这里有同志，我们想结婚，我们想结婚。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喜鹊，喜鹊就是大家，不论是户政的朋友，在座的媒体，今天来声援的各位团体的伙伴，我们就想当喜鹊，因为我们希望让同性的伴侣早一点可以相恋相爱。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这一份真诚可以感动上天，上天也就是我们的国家，我们要国家赶快通过我们的婚姻平权法案。好，那今天有律师团的朋友到现场，那请那个许秀文律师代表这一次的律师团来跟大家那个说几句话。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伴侣盟执行长许秀文律师。好，那在我右手边是我们律师团成员之一潘天信律师，左手边是陈以真律师。那为什么我们作为法律人要就是说支持这个婚姻平权的诉讼？好，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是生而平等自由的，而法律呢，它应该是作为对抗压迫和歧视的工具，不应该是作为巩固跟施加压迫与歧视的工具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站出来。好，那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伴侣盟在过去这四年多来，事实上一直在推动多元成家三套法案，其中婚姻平权的法案关系着同志能不能够依据法律结婚。但是很可惜，这个法案从去年十月底在立法院院会通过一读之后，事实上它交付了司法法制委员会，可是呢一直的被搁置被延宕。好，今天我们站出来，我们要说平等真的不能再等了，同志能不能够有结婚自由是一个基本人权的议题。好，那我们也要强调，就是说在世界上目前已经有17个国家通过同性结婚的法律，这17个国家呢，有些国家是透过立法的途径，有些国家是透过司法的途径。好，那有些国家两个途径是并用的。一年多了，对，而且我们想要生小孩。我其实想象过很多次这个画面，因为我们做运动很多年嘛，可是我觉得实际上被拒绝还是这个不行。对，而且也不能再对这个户政工作人员发脾气嘛，因为这其实是更高层次的问题，应该要由国家法律来处理这个问题。但是我们这个行动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件事情。对，我觉得国家的政策就造成他也很为难，我们也很为难，大家都很为难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法律，非常不公正的法律。那我们应该要来修改它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进行要我们会被拒绝嘛，然后我们之后会提起上诉这样子。那个妈妈戒指拿出来，对不对？要不然等一下戴一下。对。哇，转接。对，妈妈也来了。Hello， 就转这边。转一下。不要紧张，那个对，让他给他戴一下。应该是给方明，给方明戴。应该是给方明戴。没差。跟瑞其实是在2007年认识的，那我们交往的过程跟一般异性恋的朋友一样，我们会吵架，会争吵，在谈恋爱的时候当然也有快乐也有难过的时候，我们也曾经冷战，然后到和好。那其实我们透过这些经过这些过程，我们其实越来越了解对方，然后我们也认可了对方，希望跟对方能够走下人生的后半步，一起度过。但是在台湾我们没有办法结婚，
即便参加过很多异性恋朋友的婚礼，我们始终没有办法办属于自己的婚礼。那我们还是很想结婚，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存了大概两三年的钱，然后去了加拿大，就花光我们所有的积蓄，然后就只为办了一个婚礼，然后结婚，顺便在加拿大好不容易去嘛，度个蜜月，然后回来。对，但是其实我们的父母都，就是我们的家长都很支持我们，然后其实也赞助我们这场婚礼。可是真的去加拿大实在是太贵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带着他们一起去。那即便我们的朋友也没有办法。那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回来台湾以后，能够再补办一个婚礼，然后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过来。就是，因为目前已经把积蓄花完了，所以还没有钱，还得再另外存一笔钱，然后再办这场婚礼。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结婚，然后真正的登记结婚，然后办个仪式，是真正在台湾成为合法的配偶，然后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。其实这张加拿大的结婚证书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，可是后来收到它的时候，其实觉得其实纪念的意义远大于它的实质意义。在台湾，我的伴侣有一次因为生病的，他必须住院，那他的情况有点危急，医生说必须要有家属24小时的照顾。当时我就在他旁边，可是我跟他只是朋友，我没有办法留在医院陪他。即便所有的医生护士都知道我们已经在加拿大结婚了，可是他只能告诉我医院就是这样子规定的，我也没有办法陪在他旁边。其实我很难过，因为我真的很担心他可能会离开，而我也很生气，为什么这样的体制我没有办法去冲破他。我就只是想守在他旁边而已，我就是最了解他的那个人，甚至我没有办法陪在他身边。病房只告诉我，那麻烦你请一个看护照顾他，因为担心他会有什么意外。我很难过，真的很难过，难道我的身份比不上一个看护吗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站出来的原因。我希望我们的爱不用再因为这些体制、这些制度而阻挡我们对彼此的关爱。是有一些人，只是因为他们的生理性别是一男一女，只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证上是一个一、一个二，他们就可以结婚。那我们这边所有的人算什么？那我们真的非常希望，就是台湾这块土地上、这个社会上，我们的立法委员、我们的法官早点，或者是好，我们的总统，他们早一点看到，其实我们也是台湾社会的公民。那刚刚其实户政的朋友真的非常友善，今天大家都能感受到。但是刚刚主任还是跟我们说，哎，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让，就是怎么样用手续可以简便一点，然后让那个民众呢可以不要被耽误他们办事情的时间，这样子。我们当然了解户政单位希望整个程序都可以顺利，然后不要耽搁在场想要办事情的民众。但是我们想问，那我们被耽搁了多久？今天我们因为没有办法结婚，大家千里迢迢要远赴加拿大，然后小丁这边要请看护，难道这一些付的成本不是我们所有人的成本吗？那民众只是因为来这边小小的被耽误了半小时，那我们又被耽误了多少年？所以非常希望民众可以将心比心，体贴，而且我们就都是公民， LGBT 就是公民，今天我们就是有权利站在这边使用我们的户政系统，然后我们要结婚。